摆地摊卖什么最赚钱？在全国热议的氛围中，不少人跃跃欲试，想要尝试摆地摊。那么摆地摊卖什么最赚钱呢？摆地摊选品是最关键的因素，可以从个人用品和家庭用品入手。个人用品如头饰、头花、耳钉、戒指、袜子、指甲刀、钥匙扣等，这些物品看着不起眼，但利润较高。也可以卖化妆工具，如眉夹、睫毛夹、眉笔等小物件。家庭用品如各种勺子、切菜器、刮皮器、洗碗布等小件商品。售卖的商品品种尽量多，单个品种的数量尽量少一些，这样摊子上看起来就会品种很丰富，才能吸引人们了解选购。